是我们觉得哈，我们要感谢公司也好，感谢这些呢带领的这些人上线也好，你觉得感谢感恩的话呢哈，最重要是什么？行动吗？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业绩做好，其实就是对他们的最好的什么？我觉得是最好的感谢跟感恩。你是对自己啊，对不对？ Right? 那像刚才三位上来分享的这几位，我想都是真的是精英，也是我都是非常尊重敬佩的伙伴。可是在他们身上，你们觉得啦哈？你们觉得你们看到最关键让他们成功的元素是什么？行动力，目标明确，还有呢？啊？热忱，热忱。哎，我们讲目标就好了哈。那你觉得目标明确，还有一样东西的目标的话呢？你有没有发现到这几位的目标都很大？对，目标放大，我们的格局才会大。哦，然后欧美丽呢是15年下来，我讲，哎呀，我们也是每年都能够一起旅行。那我真跟贝丽10年前的时候，我们曾经讲过一句话，我们说，我们今年很讨阿姨 ，OK？ 然后我们说，我们60岁的时候呢，都要一起怎么样？一起旅行啊！所以没登够，刚才那句话，我觉得是很感动的，真的很感动的。OK， 我们一起旅行到，你看80岁、90岁，我们都一起好好的去把它展示出来。我觉得过程啊都是一个过程啊哈，然后或许有一些人会有掉眼泪。其实刚才啊空哥要讲那句话的时候，不用说了，那已经是过去式了哈。我不过我还是非常的觉得是当场，其实当时的我哈，我听到他们那状况的时候，我真的还挺容易的，对。OK， 所以最重要是什么？我们要向什么看？不是向后面看的嘛，我们要向前看，对，向前也要向前 ，OK。然后呢，就是刚才讲的，其实我知道为什么这次公司所定的目标呢，哈，会有所的一些的不一样和突破性，确实是因为我们要创造不一样的什么，不一样的结果。因为唯有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的口袋，我们的这一个收入呢，才会有成长的空间。如果今天我们做的事情本来就是跟以前一样的，那就是在做平常事啊，那是叫突破吗？不是在突破啊，对不对？ Alright， 那我一样啊，也有我的目标啊。搭了皇冠之后的话，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？总裁啊！企业分了，所以每一个要让我上总裁的话呢，感恩我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们本来就是什么，我的一组线的经理也好，蓝宝也好，钻石也好，皇冠也好，你们的保持着，那我是不是再去开发我另外的4条线出来的时候，那我就是什么总裁啊？对，波浪菜，不要，我还是要当总裁，我还是要当总裁。你知道那天我去台湾的时候，我看到李董啊，李董真的是我这十几年下来一个非常尊重的一个长者，他的那一种用心，他那种关心啊。他是关心每一个人哎，他不是只是关心说哦上面的高聘啊高阶这样，没有哎，每一个底下的人他都很关心 ，right 都会关心大家做得好没有啊？因为做好做不好跟什么有关系？钱有关系。那他转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哈 ，OK， 大家都知道李董是不是最近当了什么？啊，升级当了阿姨哦，因为我们的李总很争气。很争气，然后呢生了一个哇很高智的什么男孙给他的。那李董讲什么？哎呦干渴了。他讲什么呢？我等了快70岁了，70年了70岁的时候我才有三代，你知道？那他说做美丽真的快多了，不用一年的时间呢就可以怎么样无限代。我开始听的时候我说这句话怎么会这么有，不是啊，不是有智慧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确实是。你看我们在美丽，我们只要做多少的时间里面，我们就可以基本一代，你看一代两代三代，对吧？ Alright， 然后可是不只是三代，我开始是讲说哦是呢，我们要做到很快的速度就可以三代。李董跟我说你需要不是三代，是多少？是无限代。Alright， 所以我们要做下去就是无限代的去传承下去，传承的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关键，那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有看到 Baby 跟
廖董夫妇他们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组织经营，是真的唯有做组织经营他才有机会呢是传承下去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，一代一代复制下去当中，我们第二个就是什么公司系统好玩。来，那我想各位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应该有看到 Amy 副总，然后二喜总经理，然后当然我们的吕总其实都在很用心很用心。或许间中的时候呢，我当然也有听到一些的伙伴的对我的反应，那我也有把一些的你们的反应也有倾城出去。可是我觉得有一样很棒的一样东西，我认为像这样的公司你们在外面找的话，因为我本身也有接触很多的 corporate， 你很难可以看到从上到下是以这个心真诚去对待的，大家没有彼此，这个才是我喜欢在欧美人的地方，真的。所以这个东西这个缘分一定要好好的幸福，我们是有什么有福气的人。感恩上线最好的回报是什么？超越上线。对，超越上线。对，所以这次要挑战成为总裁，你们问米夏，我是不是是常来上线？是，对，哎呀，你最棒，你最棒，好 ，OK， 好，所以谢谢各位。